都是赶大集的。羊头哪里有肉嘛？啊，牛头。多严谨的这个，五十一斤。像这个牛肠多少斤呢？牛肠也是五十啊。你是你们属于也是水过牛头啊？啊，水过牛头的。对对对，这是牛是吧？对，这是牛。牛头，大牛头。给于老板娘徒手撕牛头。打开，给我切。哎。那好吃又不腻。哇，厉害厉害，看着就想吃喽。哎呀，这一早上猜多少个牛头啊？猜四个。哎呀，一早上就起不了。哇，这啥呀？大牛蹄子啊，牛蹄，牛蹄，你家都做全牛啊？啊。这大牛蹄太粗犷了，太豪放了。这里边煮的全是牛啊。嗯。整头牛的牛骨都在这里了。哇！那你今天卖了多少个猪头了，老板？今天卖15个。15个，卖这么少啊？你别人卖30个，你卖15个，开玩笑啊！师傅不少，师傅不少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他卖15个就很满足了啊。卖粉，卖鸭子。哎呦，拿一根烟，快乐过神仙。哦，就我一根烟。喝酒了没有啊？啊，喝酒了吗？喝酒了。谢谢呀。这么抽不晕呐？啊，不晕的。不晕啊！喝了多少酒了？啊，两斤，1碗，喝一碗啊？这是多少度的酒啊？一碗半斤，半斤多少度呢？30度，30度啊？啊，30度，这度数也挺高啊。哦，30度，酒量大啊！就他一个人在喝的吗？都没喝啊？那喝完了，他能找到些饭头。他们喜欢。嗨，早上起来喝点老酒，吃点猪头肉啊！啊，几点？你吃不了的，你怎么给他？你赶紧别夹呗，你要真吃，咋咬？你吃完了，别人卖不了了。那你这是早上几点钟开始卖啊？早上6点呢。6点。啊，哦，现在猪头肉是怎么卖的？35块钱一斤。35一斤，哎呀，这个好像这要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吃完。哇，很好吃啊！你这不是卖的都卖给自己的吧？不是卖给自己，很多人都自己吃到一个的。你这是冻货吧？不是冻的吗？新鲜的吗？每天都新鲜的。哦，每天新鲜的。一天拿货一天完。啊，人家这他们这就是卖完了，奖一百千都可以。奖100千都可以。那么多，还有那个这个鸭子，现在都卖完1个多了。哇，生意这么好啊！嗯，挺好哦。你们喝的是米酒吧？啥米酒？啊，米酒，20度对。20度的是吧？一般早上起来喝半斤，能不能喝得上？2两3斤，1个人。3两3斤。3斤啊，不可能的，你骗我！哪里没有？你看那个棍来的啊，早上起来喝3斤，那不斤，哇天哪，把他就拎起来干，就拎起来。他们一个人，你看这么大壶来拎的，喝呀！3个人，每个人喝3斤，好酒量，好饭量。啊，哥，哇，你们太幸福了，别人们羡慕死了。好棒，10碗喝酒。
只鸭子，这么大的鸭子啊？这是鸭子吗？整了吧，这么大，这个30块钱一斤，30块钱一斤鸭子是吧？啊，每天都卖10个，每天都卖10个。酿的酒啊，米酒。这河蚌啊，这河蚌。米酒啊，土米酒，土米酒。满满的带一大碗呢。哎。啊，就为了照顾你们的吃点牛蹄筋儿。我们为了看一下美女老板娘。漂亮吗？年纪很大，现在也不大，才32岁，就30。老板娘漂亮，牛肉更好吃。漂亮，漂亮。哥，你看我，你来，哎，拿一下，哎。